好啦，他言你语的，有完没完呐、啊？你们都是最可爱的藏心吗？不要再跟我装客套了。那牌子举好来看看，我刚刚看还有谁？觉得他很想红，红师，你觉得他很想红？那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有上他那个网志看，然后发现就是他很努力的在准备淘汰赛，我就觉得小女孩就是这么用心不简单，不是啊？嗯，你觉得红师想不想红？他也很红，他超红的、啊，他已经超红。怎么说超红？那我问他，他每天的那个相簿就很就是破万，真的假的？破万，每天多，嗯，每天，然后有一次好像20000多吧，哇，超多的。你干嘛去记这个啊？不知道，我只是想说，哎，看一下红师姐姐在干嘛。我等下就打电脑，然后直接抄在手这边哦，20000多，然后瑶瑶1000多这样。哦，没有，然、哦、另外一个瑶瑶会伤心呢。好，好，瑶瑶1500多，加500票哎。好啦，也是15000，好不好、嗯？所以你会注意他们那个点阅率？对啊，就是我会想看他们的照相的 pose。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是拍的最漂亮？那个网志上面，红师怎么说呢？他的那个。好像是相簿上面的那个吧，在乌达康里面吗？不是，是那个无名。无名上面的照片超好看，也很好看。好虚伪哦，好虚伪。好了，赶快来抽一个来看看。